我本人是这个创作，我是张恒，John Chen，非常的荣幸，这一次能够走遍了我们这一个加拿大的 Rocky Mountain， 也是变成我创作了这个长卷的最爱，那能够达到了今天这个成绩。 也可以说是大家给我的鼓励，给我的一个精神的支持，能够把它在这边创作出来这一个作品。同时呢，今年也是我们加拿大的150周年国庆，也借着这个机会，把它陈列出来，谢谢。 今天是2017年的3月15号，在这个 UBC 的 Westbrook 的他们的篮球场来拍摄的。这个作品的主题是我们的 Rocky Mountain 的感悟落激情，是北美山水画的长卷。 总共的长度，刚才已经量了，确实的长度已经有251公尺长。这个创作时间呢，可以说是打从我移民来到现在啊，已经有26年的时间。但是真正的这一张的作品的创作时间是，有了6年之久。 我这一个感悟落激情这个北美山水画的这一个主题，当时就是因为亲身的感受到我们这个加拿大这个落基山脉的美，所以呢变成我创作的最爱。那再过来就是我的一个整体的构思是由南向北。 由春到冬，从我们这个UBC这一边的人类博物馆开始，一直到了我们 Standing Park， 一直的往东到我们进入了我们这个落基山脉，这种的由南向北的写生，到最后再回到我们温哥华，这是我这里面的一个主题的。 大概的一个内容。今天能够借用到这个 UBC 的这一个这么好的场所，这么大的地方，能够让我把这个作品陈列出来。刚才也是有了十几位的好朋友来帮忙，把它铺在这个场地上。那非常的感谢，也非常的。感谢他们来给我的这一个现场的见证，也是我们现场的一个工作，我能够这个顺利的完成，我在这边表示一个非常的诚意的感谢，谢谢。刚才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呢，是把两只8米长的一个卷尺。 一个一个的从头到尾，把它这边的师傅的作品，一一的详细的把它的量出来，也有记录。那然后呢，我们这边有11条的这么长的距离的作品，所以呢，总计算下来就是251公尺长，宽是有97厘米。